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彬彬在美国。今天小胖去带客人，那我呢，特别爱吃广式的靓汤和那个花椒鸡，什么佛跳墙。然后尔湾呢新开了一家，我今天跟我另外一个朋友，我们过来尝一尝，就在 South Coast 旁边，在 Costa Mesa 是刚开的。然后我给大家先试试菜，我们先走进去看一看。叫百合私厨，里面有花椒鸡、海参，什么靓汤，是刚开的，店不大，很小，我们就走进去先试试，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它是专门的粤菜，而且刚我听老板说话，好像是广东人。我们看看菜单，它还有靓汤，但这些是要预定的。听说有个群，一会儿加群看看，而且都不贵，一会儿上来看看。好吃不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点的第一道菜是什么来着？萝卜牛腩，你看着还不错。我觉得，你看有皮，还有筋，还挺好吃的。我们点的靓汤，花椒鸡汤，哦，看着不错呀，我。哇塞，你不弄不弄里面看看，哇，这个海参。哦，花椒真的不错哎，这家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试一试，你尝尝好喝不？我们想来吃的佛跳墙看着不错哎，老板说他家都是干鲍，那些花椒菇海参都有，我们先来尝一下。后是我点的海皇粉丝煲，哎，这个汁做的真的好，老板说它是300只鲍鱼熬的汁，真的比别人家好吃，特别推荐。关键是太便宜了，20多块钱。大家看看名字啊，谷歌一搜就可以出来。我们吃完出来了，真的还打包。我们还订了晚上的花椒鸡汤，它有1磅多的花椒，然后还可以回家。我真的很推荐，就是大家，我觉得应该来尝一尝。然后我会把地址打到我们 YouTube 的下面。真的不是广告，真的不是广告，我们就觉得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然后看一看后面的 logo。人家也没找我们打广告，我们就是我们第一次来，就是我们想吃佛跳墙，然后耳湾没有，我们就搜到的。那就大家来试试吧，如果不好吃也别骂我，但是真的好吃好吃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